掉啊。太高，裤子啊！你刚才是放在那裤子吗？我刚刚那个，要把它换下来，从床上拉下来的时候拉住。这边太紧了。哦。太紧了。啊！我换尿布后，阿姨，你帮我，再好。阿姨，你从那边拿好不好？因为脏的。你要拿拿它才不会。拿一下，阿姨。拿一下什么意思？对呀、啊。那个好脏啊！阿姨，你讲你想做啊？哇，他今天没有叫嘛？哈。没有，老师。说昨天叫得很厉害。昨天是可能那个九九没有看到那个小姐了。哦，这样。看得很陌生，陌生她了这样。所以她叫很厉害，就会生气。像我早上帮她洗澡、剪头发，好久哎，她笑得很开心的。不会叫哦。好，你那好吗？不会呀、啊，吼，不会呀、啊，啊，怎样？翻身怎样？翻身了、啊，翻到那边他不小心那个尿那个尿，这个啦，哦、尿布啦压到。哦。没有叫嘛哈，没有换尿布也会呀，可是不是很厉害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刚刚没有怎么叫啊。昨天太厉害了啦。昨天叫的太厉害。是吧？嗯。昨天我在外面都听到叫。对啊，他那个按摩那个小姐啊。嗯哼。可能我想说久没有看到他了，觉得很陌生，所以说会害怕啊。嗯哼。
几点要吃饭？六点。哦 ，OK。三个小时。嗯 ，OK， 好。没有叫嘛，哈。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有怎么没有叫。今天没有叫啊，平常就是这样子。昨天太厉害，所以我叫他说不要动，他这样子不要再碰了，外面的人以为我们在就是在虐待老人啊。对啊，我这个外面就听到叫得很厉害。对啊。